师父。我不会让你毁了胡慕容炉的，因为我要守护我与玄机的记忆。师父。那你就去死。师父。师父。师父。耶。师父，我不想你死。听到你这样说，就算死我也没有遗憾了。其实只是我是与白莲打了个赌，我赌你不是嗜杀的魔头，因为你的心生出了血肉，这颗心是舍不得毁掉三界的，因为他是我一点不热的。师父。师父。师父。我会救你，我会救你的。师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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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用的，我的心已经被刺破了，不过也好，我的心能换回你的心很值得。三界，因为这三界中有好多我们的记忆，只要三界在，他们就永远不会消失。玄机，你能听得到我说的话吗？你要记得，这事实我过得都很开心，因为不管怎样我都能遇见你。